岛屿，赵丽颖冯绍峰不宣布恋情，直接扯证了。网友小道消息还是靠谱的。10月16日一早，沉寂多日的赵丽颖突然发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，宣布自己已经与演员冯绍峰已经领证结婚了。简短有力的只有官宣配偶两个字，配图是两人的结婚证与结婚证照片。一时间网络都接近崩溃的状态。不瞒大家说，小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手一直都是抖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太高兴了。从今年年初就有人爆料两人因为拍摄电影《女儿国》而走在一起的消息，说是两人在拍摄完的休息时间曾经肩并肩一同聊天散步，期间还有一些比较暧昧的手势和动作，疑似两人有好消息。但是这个新闻一出后立即就得到了多方的辟谣，但是没想到在半年多之后，也就是10月16日赵丽颖生日的一大早，两人就跳过了宣布恋情，直接宣布扯证结婚。而在赵丽颖的微博下方，很多粉丝都纷纷留言祝福女神，也有粉丝评论说没想到小道消息还是蛮准的。而在赵丽颖的微博下方，第一个被顶上去的就是冯绍峰的评论，老婆生日快乐，这一波狗粮撒的让单身狗们情何以堪。两人从传出绯闻到现在一直非常的低调，甚至很少去理会这些事情，所以这件事也在时间的流逝下慢慢的退下去了热度。但是喜欢颖宝的网友们还是非常期待赵丽颖能够早点找到归宿。但是令人猝不及防的就是两人这个进度太猛了，直接的就成为了夫妻。希望两位能够幸福，也希望冯绍峰能够照顾好颖宝，一定要幸福哦。